两号蜜饯就哦。嗯。可以啦。好。Ready。发现铺了纸，一块都没有说弄出来啊。上次经常弄出来。对。特别踩小人字，那个一拐角就起来了。嗯。这个一个都没踩，这是突发奇想，太难了。他不是说他密色的也会踩的，也有，就是也有出现那种波浪状况吗？他说第一次踩的时候可以，第一次踩的试踩的情况跟我们试踩情况差不多，但是后来他改善了之后发现那就好了。他说的人字形，他说波浪他们也会有，但是很少。就是我说的是那个两个洞片，然后。嗯。
6648以前就咱家那种超薄的是你没有机器啊？等一下，我不是个裁判吗？没拆断呢，有一个脚。没有啊。哪里没拆断呢？这拆断了吗？断了吗？哦。这两个没问题啊。啊。这里没问题啊。嗯。没拆断。嗯，这是这一个，看到没？间距还是太小了，有的。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就没问题了，是吧？嗯。这角度也没问题啊。嗯。这个。这也没问题了，这不用看了。嗯。这第一片有问题，这是有监口的，1.5的监口。这也没问题了。嗯。这也没问题了。有间距就没问题，看到没有？嗯。这3毫米间距，这都是2毫米的。这个人字，来看看人字。他最关注的人字形。是1.5的啊，很小的，可以吧？嗯。对，上次裁剪没有对称。看这里嘛，桌形纹没对称的、啊，所以用对称裁剪的。嗯，是的。这里还是名字，哪里还是名字、啊？这里还是名字。这个没下来，这个没下来。这层就有一点了，嗯，这里的。哦，又是和它共边了。对。